家荣兴采茶剧团啊，在国内会诡异到客家话客家干嘛哦？荣兴采茶剧团在国内啊，七彩旗又喵，但是呢，平常到花莲来的次数，通常都是一年一次两次，非常难得。每一摆到花莲来表演，就把我们的花莲演艺堂啊、演艺厅啊。文化局的演艺厅塞得满满的，啊，所以就表示说，这个花莲很喜欢荣兴采茶剧团。慢慢的就请到侯尚英，还有我们中生代想学这个客家采茶剧，但是呢，已经抢到俩荣兴采茶剧团的花莲来搞啊，很困难，经费非常高。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就到台北去学习，离乡背景要凑合差到特别以后哦，到桃园去学。求烟签烟染妆啊，他有喜正位哦，他有跟我提醒，怎么样去协调荣兴采茶剧团能够到花莲来教学生，我这个困难度很高了 啊所以我们就拜托了，我们那时候还有个小朋友叫黄培先生摸来。那我们去拜访郭英义执行副执行长，又拜访这个那个我们的执行长，洪宗凯执行长哦，他帮我们协调到了客委会，就客委会呢评估啊，这个经费啊资助的非常的高，他认为我们在推动客家采茶剧，对花莲的客家化推动啊，还有文化传承。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客委会啊资助了我们800,000元这个计划。那我们花莲县政府自筹390,000，才把这个活动办起来，非常难得。哦，那我们也很希望透过客委员今天那个我们叶委员今天呢、啊、为他致辞一个，啊，希望明年呢111年呢、啊，我们还能够拿到这个计划的补助。来把这个教育的人才不断的培育下去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感谢客委会啊？那请我们叶委员来帮我们赞助一下。组长，各位总管哈，时间呢，时间的关系啦，忘记就称呼了哈。来，开始啦吼。客委会本来其他工作就是遇到那个哈。把它分发推下去啦，吼、哦，了就唔是讲，所以迄阵都对了部分，就是比较属于软诶那个软体的部分呢。其实我知道那个杨主委他是比较喜欢往这个方面走，所以当然如果我们有在开会在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呢，我尽我的能力哈、哦、来跟劳改客委会来争取啦，哈、哦，我想。我们透过今天这样子的活动，我们把这个成果来 拿出来，本来还会不会来看呢？那相信他会不会唔会讲？某一条一条讲起来，这个对人来讲了钱可能挺多，但是对客会来讲了可能唔会轻太大个钱啦。哦，你啊，另外你想讲，迄条开会，迄条开会啊，是者，那会留两党之间就表示，因为。而你法律在讲全台湾吼，客家人算天上多，真理天上可爱所在。譬如，头新竹到苗栗嘛，过来都而你法律人啦吼、哦。所以，而你都法律运动，外讲诶无客家化，都无客家文化的嘛吼、哦。啊，根本有人爱学你啊，你客家诗曲，呀一定好爱啊。当然，你个客会会有资金，那就恩怨情的蜕变。尤其要按你客家的文化啦，吼、哦，你那边，像，你不是讲按头发啦，那真按个力量啦，吼，大家可能都要等来看下精彩的表演，花都不是按头，先问他一下，就看一下，先问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请问。林处长吼，伊讲伊贵宾吼，大家好吼。哦。
啊，客家文化吼，一科诶，你也可以吼，来好好啊传承啦吼。因为客家文化真嘅会传了吼，因为有那荣兴剧团的老师吼来搞吼，你要这个大力来支持吼。万一有嘛个问题啊，你要拜托叶米演吼，伊重要，然后你争取啊多得钱吼，你啊可以用法典，安尼客家子弟吼，咱个用旧的方法啦吼。啊，非常感谢咧啊，老师吼、哦、来法典来，然后来教书吼、哦。啊，我咧代表咧学术费吼来感谢咧老师吼、哦。啊，过来我咧感谢一些处长吼，诶、哦，处长，诶，彭处长吼，真激动优秀。我唔是讲可以啦，个处长很认真咧，比林庭光吼，我好朋友很认真。哎，正常。哦、林庭光我好朋友，俺硕士他三十年吼。哦，切断吼，那吼，你个你学术费吼，我感谢你个彭处长吼，所以咧徐院长吼，我们徐政委和院长带领之下吼，真是非常杰出的吼，所以吼，伊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吼，来到花莲学术费哦，我全力的支持。阿妹哦，希望啊，客家事务处啊，我们了学术费哦，最大最大的支持，好不好？好，师傅，谢谢，好、哦。